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拍摄当天，买了虾皮购物的袜子要来开箱，花了147块而已。它的发票是217，然后有虾币折扣跟卖场折价券，然后虾皮会再拨款给他，所以我只付了147块，买了6种颜色。因为这支影片是要，这个礼物是要送给别人的，所以影片不能先播，所以这是到时候看到影片的时候，这个影片是在大约一个月前拍摄的。蒙娜丽莎的微笑 ，Mona Lisa。这个是基督像，可能是在巴西吧 ，Brazil， 自由女神。巴黎铁塔，法国，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就一个穿着裙子的洋装的，拿着雨伞，这个就是呐喊。我觉得蒙娜丽莎的微笑应该最多人知道吧，就是。以知名度来讲，我感觉啊，应该是他是第一名，这个还不错，感觉还可以，拜拜。